看小视频，学大语文。尖，上面小，下面大的形状就是尖。但是尖最早可不是由小和大构成的。尖原来是一根簪子，一端细小锐利，可以插在头发里，另一端宽大，可以点缀悬挂装饰物。所以你看，尖在古代的另一种写法是不是很像簪子呢？古时女子15岁成年，称为及笄。笄表示簪子，及笄就是到了可以插簪子的年龄，插了簪子就表示成年了。